梁总，这生意也谈完了，一会儿请你吃个饭。不用了，咱俩的关系。咋了？有事儿一会儿啊？答应爸妈回家吃。嗨，这家什么时候不能回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晚上在家打电话说工作的事，打了好长时间。等电话挂了以后啊，我妈过来小心翼翼地跟我说：“儿子，电话打完了，赶紧吃饭吧。”妈都给你热了两次了。你说我们小时候啊，父母小心翼翼地呵护我们长大，等我们长大了呢，父母又小心翼翼地跟我们说话，生怕打扰到我们。哎，还真是，我也好久没有陪我父母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有爸妈呢，今晚我给他们做饭。对，没事啊，多陪陪父母。时光，时光，慢些吧。